衣柜再多也不够，没有东西让型男好困扰。就是有一次我去翻我的衣柜，然后就找到两个纸箱，全部都是女生的包包。他说：“哦，那是因为我自己的衣橱放不下，是不是我要跟他收个租金？”怎么那么计较？对啊。那你的存折呢？一些钱你要不要放在我家里？我存折是可以给你，因为我里面是零块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墙。